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六月二十AM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人知。我今天宣布，未来会补助私立大学学费一年上报2万五，减少公私立大学学费落差。那也批评讲，这是要抢少年人选票。新北市南口连锁幼稚园虐待囡仔案件，有12个囡仔受苦读，教保官奉罚60分，规世人拢袂当做教保官。有五个人坐呛水艇要去看电，要去海底铁达尼号，算是起联络。目前美国、加拿大也等在救援。离2024年总统大选只剩7个月时间了，这民进党的赖清德宣布未来会补助私立大学的学费，一年上无有2万5，要来减少着这公私立大学的学费落差。那也着批评讲，这是政策配票，是为着少年人的选票。不过教育部表示讲，这是教育政策，上紧伫明年之月，也就是112学年度后学期就会当来实行。如果我们从明年开始变预算的话，我们来缩短这个差距，至少50%以上，大家说好不好？新疆民进党总统参选人的副总统赖清德前往台中为书记志工服务队授旗，国讲要让公私立大专的学习费卖差伤济，会由政府补助费用。根据统计，111学年度全台湾的大专在学的学生囡仔89.3万人，其中65%读私立学校。那是学校学习费平均每一年，公立大专是62000，私立大专爱11万，差我要5万块。2.5万，这是一半以上，150亿上下，我会去争取啊额外的预算，不稀释我们现行高教资源。第二个，不增加我们私立学校的负担，全数由政府，最快在12的下学期。我们以新闻科系为例，辅大的新闻系是55000，政大是27000，有这个可能性在啦，但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政策，那我们当然就给予。前政策出来，有学生甲教育团体表明支持。根据 TVBS 的民调，目前伫少年之言，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铁的支持度领先。早起去家人参观卫浴工厂，也予外界当作伫抢绿营的跳啊卡。这就很奇怪，台湾的产业发展难道还有分国民党跟民进党？不会嘛？这个台湾是一体的啊，是经济发展，或者说这种生活的这种模式的改变，跟这个没有关系。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19暗时在台演讲，搁再提起学籍学生演绎。不过行政院副院长陈文灿认为，侯友宜较早的卡学费了，即马讲要演绎真矛盾。不过侯友宜原来有做回应，在何安的把关上，当然要尽心尽力啊。啊，这很简单，也不需要出来说明，把责任归属给地方，这哪对呢？中央全责，中央要负责嘛。李志公二叔大选剩较无7个月，那立碑阵营拢拍拼争取民众的支持，后续各方的人员甲热度，敢会继续冲较悬的，众人拢在关心。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县长赵庆林和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进前有出席海峡论坛，争取开放往来客运。中国台办今天就宣布恢复往来客运进口，不过仅仅限定在台东有真正的厂商。刘委会表示说，这款的行为是在歧视别的县市的农民，也批评中国利用经济在分化和统战。大家都知道，凤梨世家是台东县非常重要的农作物。台东县长赵庆林甲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进行参加海峡论坛，争取往来客运开放卡的事。国台办20日就宣布开放往来客运进口，按过有条件开放，爱注册登记的包装厂家各行业输进。110年9月20日，中国用孤身为理由单方面暂停进口，按过即马宣布解禁，台东农民是欢喜也欢乐。这个沟通的过程，其实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国民党，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持续不断的努力。我们在做一个品质管理的时候，我们也要去了解到底，我们当初在不能禁止哦，暂时停止输入中国大陆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到底是哪一些状况？所以我们一直针对这个问题在解决问题。他现在又释出这个不知道是真的还假的善意啊！如果真的又停了，那是不是又？之前所经营的、所种的世家又没有地方可以销。按国开放之韩国党执政的大当官，农委会表示，往来客运产业全台有1000.9个广告园、50个包装厂，
目前只有25个公告园、三间包装厂、14个农民得到许可。农委会指出，中国公告名单只限台东，对其他县市农民是歧视对待。中国利用经济利益对待进行分化和统战，绕过政治操作手法，会让两岸民众愈行愈远。学者分析，中国故意造就和南洋这边县市对待是不是统战？那这些注册登记的果农的果农本身。它大概只占我们台湾的凤梨世家的总产量的3%而已。要求你必须要登记注册为中国的台湾省这样子的一个要求，像国际的社会宣示所谓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这样的一个政治统战。中国最近释出真侪项惠台政策，进行制定支持福建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被看作是统战手段之一。另外，还有论坛也阁将目标放伫福建甲金马的新四通基地，也就是通水、通电、通气、通桥。名气是造福金马，暗过学者认为，即马选举接近，中国一定阁较侪统战做法，政府甲人民拢应该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有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布林肯讲，美国会烦恼中国在台海起无空制造冲突，连带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危机。不过，布林肯也强调，这一中政策是无改变。有学者认为，中国外交部长真公敢的访问美国，也那这中国美国的高层敢有互动，这拢是未来观察的重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十九会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双方达成同意两国需要稳定的关系共识。布林肯伫个会后的记者会强调讲，美国烦恼中国伫个台湾海峡的抢夺，台海的冲突恐惊会引起全球经济的危机。We both agree on the need to stabilize our relationship. On Taiwan, I reiterated the long-standing U.S. One China policy.That policy has not changed. 台美之间互信良好，沟通管道也自为畅通。对于美中高层互动情形，台美一向保持密切联系。对于美方一再公开强调支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坚定立场，外交部表示欢迎及肯定。布林肯重申讲，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国一中政策未改变。马里讲。中国拒绝重启军事沟通管道。学者分析讲，中方进前敦促美方撤销对国防部长李尚福的制裁方拒绝，双边的职业竞争关系根本都是真恶劣乞讨。可能原因就是美国没有诚意吧，在没有解除任何对中国的制裁，明眼人都知道说他们是在礼貌性的过招，但是并没有办法真正解决他们结构上的一些问题。学者认为讲，布林肯这边的访中虽然讲对未来的拜习会有打下基础，不过刷落来包含中国外长秦刚是不是会回访美国，也佮有中美高层活动，拢是观察的重点。嘛，兼破美中双方的军事活动拢未让步，刷落来会用军事设施来做政治对话的后度。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公布四位大法官被提名人，立法院今仔日进行询答。捌做过律师的尤碧雄，因为牵涉叫人做假证引起争议。尤碧雄下晡强调，家己是尽律师的工作，等到18年前同款的案例先做。啊，那台湾还有38位死刑犯还未执行，那也立委就批评大法官是伫咧故意拖时间。其中一位提名人蔡彩晶就表示，支持所有的案件拢赶紧进行。立法院二十将对四位大法官被提名人进行询答，家己西南归政的律师尤碧雄加做注意焦点，伊透过律师主动回应外界质疑，讲出司法经过，并无引导做不实陈述。反叫前法官洪淑贞18年前无证据支持怀疑，即马煞将怀疑升级确信，来指控伊尤碧雄强调家己尽到律师的责任。我主动向法庭说明。我有事前接触证人，也主动请证人告诉法官他自行笔记访谈内容等等，可以说我是为了恪尽律师职责而受此不实指控，不仅严重伤害我的名誉，更使我的亲友担心受怕。尤碧雄表示，哪会当过来，又还会做同款的选择，坚持家己的清白。国民党立委安平派对问，但是有甲蔡总统主动说明。审见的过程里面，我没有跟总统见过面，总统也没有询问过我。所以你也没有主动的说明说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认为这个完全没有伪教唆伪证的问题，因此完全不需要说明。
这位立委观测会四期第一，立委罗淑宝讲到，民调有88%反对会四，目前有38%死刑官拢申请宪法诉讼。罗淑宝批评大法官调岗拖延死刑，问蔡蔡政主副秘对会四的立场要求表态，大法官感谢爱家说心理。不要答应，我加速审理，可不可以？我想所有的案件都应该妥速进行，被提名人在审查程序都是不能够发表意见的。你们现在把我们就是晾在那里，知道吧？你们现在把我们是摆烂，对死刑人就是摆烂，所以拖在那里。刘焕英政治就选拔法白二条款三度通过后，法改即期强加违宪。蔡蔡政治会限制人民参政权无超过比例原则是稳准的。针对性骚扰政治脱销，性骚扰防治法申诉期只有一年，性平三法修法，防治会优先法案主副秘表态支持。佮公告减少行红性侵，爱建立对身体自主权的认知。记者庄夏报道。前天界法院院长李碧道和人指控讲，第一年代捌甲这个部署性骚扰真济届，即伊司法院拢伫咧暗号。本地六月底要退休的李碧道提早一个月申请退休，司法院也强调无收到相关的申诉，即马有伫咧调查。那真正是有安尼死者的依法停处，受害人伫头拄只有发出声明，讲迄当时伊有甲定时报告，毋过主动要求卖调查。经过思考了后，决定明仔载正式提出申诉。惩戒法院院长李博道。由总统蔡英文亲身主持，徛伫队伍第二个，就是前电改法院院长李碧道，捌宣读誓言，绝对袂为私利舞弊，即马煞牵涉到性骚扰风波。对于那个惩戒案件，不护短的态度，来把关法官、管检察官的监督淘汰。李碧道被人指控今年3月在两天一暝的聚光活动的时阵，好像抢酒后在饭店男女暴相，少年帅哥有两次在院长办公室给人摸，甚至写告别批，因为挡不住一直被人骚扰，暴相决定写名甲告，到尾等级煞无处分，也让外界质疑司法院吃案暗号。司法院并没有收到被害人的相关申诉，所以无所谓，明知并且还让他退休的事情。本来今年六月底，李碧道就等届龄退休，伊雄雄以健康因素提早一个月退休核准，就连交接典礼嘛无出席，这行为难免会让人记想。不过司法院是讲，即马已经启动调查，捏造性骚扰是事实，虽然退休也是有可能上电解法院审理。被害人第二十下晡发声明，表示伊有通知等级，暗过主动要求卖启动调查。伊伫思考了后，决定要向加害人替家己的行为负责，要第二十日正式提出申诉。啊，那妇女团体是分析，伫性骚扰的类型内底，尤其宽涉性骚扰，会让被害人唔敢去讲。这些加害者他会持续的，就是告诉你说，我身边可能有什么样的达官贵人或重要的人士，我可以让你在某个圈子里面没有办法混下去。你其实是势单力薄，你要去对抗整个所谓的职场。性骚扰风波为政坛演艺界个传到司法界，虽然现代妇女基金会认为这个案件恐惊只是公开一线出来尔，不过愈来愈侪人敢勇敢站出来讲，性平意识渐渐予人重视，这完了后加害人加一寡警告。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小姐今仔日出面指控，讲台中某一间私立国小，伊伫咧1989年读国小五年诶时阵，捌互一个姓詹诶老师性骚扰。虽然调查性骚扰有成立，毋过伊正不满即学校无要继续扩大调查。也呐，即国家人权委员会今仔是公布丰潭二小安置机构甲校园52名性侵受害者诶报告，讲40%呢防性侵害11届以上。还有各界要重视这个问题。接受校长颁奖表扬，带着笑容，今名捌伫台中市某私立国小任教的西山退休教师，洪志康34年前担任校校主任的时，期望女学生身体涉嫌性骚扰，目前至少有五位无同届的学生受害，被害人决定召开记者会，压出浓缩的恶行。摸胸、捏腰，或者是沿着制服里面的内衣吊带抚摸的。背部的性骚扰行为，除了我亲身经历之外，我也见过老师对其他女生进行性骚扰的接触。要求要扩大调查，学校的借口又是说年代已久，牵涉人太广了，所以我无法做。请问这是什么态度？好，
到目前为止都拒绝扩大调查。人本基金会批评，本案去年九月接到检举，提出性病申请，今年五月经过调查，确认西山体育老师性骚扰成立，英国学校拒绝扩大调查，佮要求受害学生去学校看行为人，会师来批。学校强调一切依法办理，英国目前无法官会当扩大调查。有向本校提出申请的受害人，我们都经一一的详加调查。若有任何人后续提出申请，本校亦当依法继续进行调查。台中机构叫一位加害者应该公开回释的米兔事件连环报。国家人权委员会最近针对李小安的机构加航空轰炸，发现五十二名接受轰炸的性侵受害者中有约四成被性侵达到在一半以上，将近四成的受害者被性侵十一次以上。根据心理学的研究，是一次就足以造成终生的创伤。被性侵过的人比未被性侵过的人有七成高的比率要罹患忧郁症。另外有三十八派被害者从来唔捌对外供述，加害者事发迄当时有四十八派是国有警员。国家警官委员会公布调查数据，希望社会各界支持抗洪咪兔运动。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南口某一间连锁幼稚园逼出教保员不当管教情形，对待囡仔呢是共车共幼，搁伫咧涂骹拖，上部有十几个囡仔受人虐待。教育局调查了后呢，已经甲这教保员罚六十班，而且伊一世人是拢袂当做教保员啊。另外，幼稚园无尽到管理责任，已经下令停止就职。画面中，幼童也咧困到，教保员就直接将困袋啊抽走。造成幼童变几啊年，甚至秃头，用来救囡仔的衫领，伫涂骹拖行了后，搁等去走廊。新北南口有名连锁幼童园，四月发生真侪件不当管教事件，目前估计有十二名幼童受害。第一时间都觉得这只是很轻微的事项，或小朋友不想上课的借口，那所以没有马上去深入的追查，才会导致小朋友可能已经经历这些时间还蛮长时间的。后面想想当然是自责的成分比较多。短短十一天的监视器画面里面，就有将近二十起的这个施暴的一个项目，这个是已经受到教育局这边所认定的，基本上可以认定它是一个常态。律师指出，过去这间幼儿园都有超收方法的记录，看监视器也发现有八十趴的时间，只有一位幼保老师照顾我二十个囡仔。因为教师比差真济，园方应该负起上大责任，毋是适合单一老师行为。新北教育局目前已经下令幼儿园停招，各种失格老师、第二无适任教师也裁罚六十万。那经查呢，该园确实有不当管教的一个情势，行为人呢可以处罚最高罚锾六十万元。我们会将行为人通报全国不适任教保服务人员的一个系统，终身不得担任教保服务人员。然后现在在问孩子当时发生什么状况，孩子呈现是惧怕的表情，然后会开始咬手指头。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学校是用什么方式，是威胁利用还等等，让孩子回家不敢说。有关业者说，这间幼儿园一定拿到搁开一间幼儿园改掉负责证了后，继续营业，相关的代志只会一直发生。各校叫回应，那幼儿园负责证有造成幼儿身心侵害行为，袂当担任教保机构负责证。新北市伫幼儿园立案时，严格审查，后续会在伫稽查重点强烈监督。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安平区今早起呢，有车路出现凹凹，一台摩托车经过时阵，伊的车链卡伫内面无倒出来。市政府初步研判，讲这是涂骹内面的这雨水大排沟上过久，才漏水害这地基规个漏漏去，目前也正在抢修。一台南控车驶伫路，熊熊路面落泪，车倒后轮，那几笔车袂停袂动。台南市安平区富平路甲健康四街附近，二十至四十点外出现一个大坑，民众惊到工去，司机脱困一晚心惊惊。我一看都一看，哇哩咧，天坑！啊，都塞狗车就天旋地转的话，不要讲了，那就含了就对啊，不用含了，十点十几分尔。啊是老了含了，还是突然间？突然之间。台南市水利局警备车110栋吊车将南麻空车吊起来，放伫路边。初步检判是下骹五十公分深的一个雨水暗管，因为老旧渗水冲坑地基。
底下是大概是地底下50公分哈，大概有一个3米宽、2.4米高的一个雨水箱涵了哈，可能也有20-30年了哈。那这个因为老旧，那现在水利局呢，其实也在周遭附近，我们在其实也在做这个箱涵的检视修缮。因为你一味的灌浆，漏水点不处理也不行，好，那所以说我们迅速把这个情形来这个修复。担任市府表示，工地地点顶礼拜也发生过车路陷落去的状况，感觉把修补过。啊，不过迄时阵唔知下边雨水暗管，即摆会开挖找出漏水点，修复暗管，随即再进行灌浆作业，提醒民众尽量避开这路段或者是斜路，来维护时间甲行车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家己某一间私立女中的校车，今早起7点通过边交道的时阵，看到这德高德低放落来，就赶紧将伊甲驶过，看起来是真危险。另外，伫彰化要过路人道伫咧边交道20多分钟，害火车是无得通过。边交道警示已经弹啊，暗个校车正弯硬要过，栅栏嘛已经放落来，搁撞到车身，唔管现场指挥人员分辨别嘛无落后，校车都安尼驶过去。20:07嘉义市一间私立女中的校车，互人看到弄过边交道，校方初步了解，当时校车是加油转去学校。后加在车顶无载学生囡仔，也会展开在确定的调查，说，这个先生的状态，然后我们后续的惩处等等，我们会依照我们的聘约里面的相关规定去做处分。不过因为校车刚刚通过，吸到边交道的列车防护系统，和当时正准备通过的区间快车降速，警方会根据监视器的画面依法动法。依照违规事实啊，最重处罚新台币90,000元以下罚款。及吊扣驾驶执照1年等罚则，依法自担举发。那是车辆行人强弄边交道，有可能造成火车行驶安全。彰化花坛一位边交道3月都和一个行人占20多分，影响3个办处。彰化市区希望赶紧把铁路高架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希望卖阁发生边交道意外。根据铁路警察局的统计，去年6月到即马，彰化市区的边交道拢总发生严重过有3件，一件是违规临时停车。彰化县交通处表示，彰化市的铁路国家化由铁道局进行综合规划。目前综合规划已经进行，到这个期中报告通过，进入期末阶段。那其他还有一些我们县政府这边大家一起跟铁道局来配合的部分。彰化铁道国家化全长9.5公里，去年1月通过行政院协定了后，进入实质开发阶段，一定会当消除4位边交道、4位绿桥，也甲4位车行地下道。不过，彰化县政府初步估计，整体完工至少要12年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主要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有5个人开大钱找唱堆艇，唱落去海底，要看沉落去海底铁达尼号。不过礼拜伫加拿大海峡却传出失踪消息。目前美国和加拿大的海花消防队正在抢救。也来讲到一个唱堆艇内面的上锁，拜时可能就去用饮料啊。这架在水面航行，长大约6.4公尺大小，搁像一台卡车的船，就是传出失联的观光潜艇泰坦号。这架潜艇礼拜日完成顶几百天的行程，参观位置加拿大东南方纽芬兰县外海600公里，大约3800公尺深的铁达尼号沉船危害。现个船只沉在海中1:45了后，就甲海面失去联系。美国海防警卫队协助等甲加拿大合作积极搜救。The location of the search is approximately 900 miles east of Cape Cod in a water depth of roughly 13,000 feet. It is a remote area and it is a challenge to conduct a search in that remote area. 美国表示，目前已经动用2架飞行机、1架潜艇、甲几下区，成立浮标、参与找找上浮，但过因为要找的位置真偏远，任务真艰难。这架潜艇载有5个人，包括58岁英国后裔兰哈丁、一名法国海军前指挥官、一名潜艇经营者，甲一对巴基斯坦生理人爸仔囝，因6人为此行开25万美金。大约770万台币，想要到多少起航都出问题。It could have become entangled in the wreckage of Titanic. It could indeed have had a catastrophic failure. The actual nature of the seabed is very undulating. Titanic herself lies in a trench.
There's lots of debris around. So trying to differentiate with sonar in particular, and trying to target the area you want to search in with another submersible is going to be very difficult indeed. 因为潜艇备用线索只有到96点钟，上外派时就用了，搜救任务也通讲愈来愈密。搜救团队目前等你甲时间走消息，希望赶紧找到潜艇下落，唔通让铁达尼号沉船夺命的悲剧发生。我是新闻台回应评论。德国重金属摇滚乐团雷姆斯丁主唱林德曼传出甲查某歌迷合约性侵，德国检方顶礼拜已经伫咧调查。不过17乐团伫瑞士演奏会也受40000多人去，女性团体100多人去到现场抗议林德曼超大女性行为。德国重金属摇滚乐团雷姆斯丁在瑞士伯温修道球场的演唱会举办准备要进场的大批歌迷，另外一边是组织150多名社会民众大声喊爱上向黑油啊性侵女歌迷的60岁主唱林德曼退场。德国警方有防守线，隔开排队入场的歌迷和抗议民众，避免发生冲突。郭伟芬一名24岁被爱尔兰女网友压了伫立陶宛的演唱会，互人下药啊，搁伫后台拒绝甲林德曼发生性行为的过程，引起连锁效应。德国媒体查出几啊件类似事件，受害女性多数是受邀请徛伫演唱会上头前，然后搁进伫后台回敬乐团，刷团主技术防性侵的事件。林德曼透过律师好人指控，也毋过事件愈演愈烈。林姆斯丁初次伫慕尼黑举办四场演唱会，似乎真谨慎细致，也特别设立女性安全专区。Dass es keine Row Zero geben wird, dass es keine Aftershow-Partys geben wird und dass wir auf jeden Fall ein, sagen wir, Security Space, ein sicheres Zelt, ein Awareness-Team auch vor Ort haben werden für Frauen, die meinen, sie sind in einer Problemlage.德国检方则是对林德曼展开调查，已经有德国出版商终止甲雷姆斯丁的合作，也毋过歌迷同款支持乐团。If they would say yes, it happened right now, it's true. I think I would not be here. But with all the news we have, we just can't say.举办抗议的时事，社民党青年组织甲女性团体联署要求取消演唱会，并无成功，对歌迷行为表达失望。公司新闻周淑芬编译。讲到 AI 人工智慧增加模仿，即马外国的配音员就伫咧烦恼讲，即 AI 会模仿因的声音，呼吁政府就要制定相关法律保护智慧财产权，因也要守护家己的工作权。Quiero un mover el bote, quiero un mover el bote, ¿le gusta? ¡Mueve!在麦克头前唱歌表演，墨西哥有名的配音员费迪欧彰显一位同为马达加斯加角色的配音，伊的声音甲其他配音员同款，是墨西哥甚至拉丁美洲囡仔的记忆。看起来是不可取代，但过伫 AI 人工智慧技术愈来愈发达的时阵，伊的声音开始受威胁，甚至导向不止夺走伊的声音，也抢走伊的工作机会。Estamos peleando contra un monstruo muy grande.Lo único que sí es que necesitamos estar protegidos, pues cobrando lo justo, ¿no?甲菲利奥同款 ，AI 技术已经让配音员开始警告，所以由欧洲、美国甲拉丁美洲等20个配音员工会组成的联合之声组织，就特别翕影片，呼吁外界重视因的专业，要求透过立法来做出相关规范，避免声音被人偷去。Hola, somos Ovo, la organización de voces unidas.Somos las voces que has escuchado desde tu infancia. Nos escuchaste en alguno de tus juguetes. Y nos escuchas en muchos productos que usas a diario. Queremos tener derecho a decidir cómo se usan nuestras voces y decidir qué se hace con ellas.其实目前都已用 AI 语音生成的收费网站，亲像 Revoicer 就是其中一间收费平台，合作的配音员能得到部分的钱。Se alimenta el sistema de inteligencia artificial con voces que ya existen en plataformas que hemos estado por años subiendo, incluso los mismos locutores y todos los creadores de contenido.赫兰德斯表示，配音员并不排斥新的 AI 科技，因此反对 AI 公司或者是软体无经过配音员同意之下使用伊的声音。目前墨西哥已经开始讨论相关法律的制定，阿根廷有法律规定，只有被认证的配音员才能配音，机器配音无被允准。公司新闻张如平编译。
或者芬太尼也好，或者是芬坦尼也好，是一种强效性的阿片止痛药啊，通常是用在癌症或者是重大伤病患者。不过最近这几年呢，美国因为大量走私，加上有使用过度的情形发生，因为芬坦尼来过往的病例，去年就冲到11万人。对阿片类药物芬太尼吃掉的患者马丁，在镜头电视手骨卡腿的伤口，一粒一粒那亲像皮肉烂起的裂痕，是因为无意中使用着染着大型动物用强烈镇静剂塞那前的毒品。Very strange, like eats up your flesh, like crocodile. And with xylazine, you just don't feel it, you just get knocked out.专家怀疑塞拉琴造成血管收缩，是引起布囊加皮肤溃疡的原因。伤口严重时阵，软烫骨肉也有可能爱锯掉。阿片类合成药物芬太尼已经是比海洛因强50倍以上的毒品。一寡毒虫想讲家己食是海洛因，结果是染着芬太尼。即马毒品制作者为着验证药效，伫网络顶较好买着的塞拉琴染入去芬太尼也是海洛因。第数长时间一直困，行动真慢，所以也叫做强势药。过用时阵，阿片的解药啊，纳洛酮也无法度解救，增加致命危机。执法单位正拍拼防止塞拉琴更加普及。法新社报道，美国芬太尼过量致死死亡人数，去年升高到将近11万人的历史新高。塞拉琴过量的受害者3年来增加10多倍，达到3000多人。纽约市布鲁克林区最近出现第一代防止药物过量的救命包贩卖机，内底有切齿芬太尼加塞拉琴的刺爪，还有伤口护理、麻醉药包、撇体卫生用品，还有逆转阿片过量的纳洛酮喷剂。纽约检察官是烦恼美国家己对毒品的防治做了无够。公司新闻，徐慧中编译。天气热气炎也是要注意这流感哦。这疾管署有公布顶礼拜流感增加11个死亡个案，是今年流感季节以来一礼拜内死上多。也若讲到武汉肺炎，顶礼拜平均一天拢有253例。也若这个过日节过后呢，病例数可能会再升高。也若讲到这高资病例出现国内头一个女性感染者，是一个90多岁阿嬷，目前也正在追查伊的感染源。再来出现头一个女性高投资病例，个案是新北市90多岁的妇女，长期倒伫眠床。5月中捌因为肺炎住院治疗，出院转厝了后，6月7日开始出现皮肤症头，后来阁发烧。15号急诊就医，经过医师评估测验了后才确诊，密切接触者有9个人，检验结果拢阴性。感染源还阁有待调查。累计国内高投资本土个案有168例。机关署已经组成这个调查专案的小组，有2位防疫医师跟我们区管中心和卫生局，会再进一步针对这个住院、出院以及返家的当中的一些接触史，再做进一步的一些调查。另外，李文贤感冒疫情也持续在高峰期，顶礼拜新增加22例流感并发重症病例，阁新增加11例死亡个案，创下李文贤感冒季以来一礼拜的新高。年纪是40至80多岁，有慢性病史，其中有8例无注本季流行性感冒疫苗。有部分的个案也有发生败血症或者败血性休克的状况而死亡，那平均从发病到死亡呢，大概是1到2周的时间。在新冠疫情方面，顶礼拜平均每一天新增加253例本土并发症病例，比前一礼拜新冠3%。死亡平均每一天新增加30例，而且五日节连假过了后，感染人数又增加。另外，连假期间民众出外佚佗机会多，要注意莫去网订票，因为顶礼拜台南新增加16例本土登革热烧胃，日本脑炎是新增加3例，分布在高雄。记者综合报道。金管会无核准的澳方基金化倒就倒，却是有真侪台湾人去投资，这损失的金额可能来到2000亿遐济。目前这投资人家己有组成自救会，却是一直碰壁。赵律师希望讲，这法务部会当甲国际合作，查一寡违法的诈骗，帮助受害人。在暗时波出现也是无多，暗看许多眼神受害者李先生甲朋友合资买二房基金，其中有个人是下出老本来投资，即马求助无门，佫装袂出跨国诉讼的费用。我讲我跟我的朋友好了，我们金额就超过1亿，许多人的是他的退休金，65岁遇到这个事情刚办退休，现在又要
二度就业。澳洪基金停售洪浦，台湾人受损者金额竟然超过2000亿。代销国民公司龙奖金、海外旅游者游引金投资者锁定特定的商业人脉，和投资者互相介绍，佮推出接近市场上高股息的投资报酬来促进投资者。民代接受受害者陈情，表示遭自救会透过管道向驻外单位陈情，对方回应这是金管会业务。批评政府放中业者违法销售非法基金，和受害者求助无门。可以要求法务部来执行看看的，就是说有关于强化查缉跨境诈欺犯罪能量呢，有一个叫做短期任务型的联络官，针对这些犯罪不法所得要去追缉的呢，反而我们现在需要各国来帮我们的忙。金管会表示，澳洪基金无经过金管会核准，对非法卖钓鱼公司，为1904年开始已经侦查办，已请法务部调查局侦办相关诉讼案件，还在进行当中。金管会呼吁民众爱透过合法管道来投资。记者综合报道。国发会公布自2023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世界竞争力排名，在64个国家内面，台湾排世界第六，是最近这12年来上佳好的名次，而且是连续5年拢在进步。台湾世界竞争力排名再成长 ，IMD 公布2023世界竞争力年报，64个受评比国家，台湾排第六，整体排名连续5年进步。是2012年以来上好的表现。在人口超过2000万人的经济体内底，连续3年连中世界第一。不管是企业，它要在金融面，它获取它所需要的投资的资金，或是政府在做公共建设的投资这块，我们这些都在稳健的在一些推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助于整体台湾竞争力的一个表现。第四大指标内底，政府效能进步2名，是世界第六；企业效能按第6名进步，到全球第4。基础建设进步1名，排名第12。要注意的是经济表现，因为全球经济放慢这因素影响，按去年的11名退到20名。另外，劳动市场嘛退步8名到第25名。其中，移工甲国外高阶技术人员这指标是弱势项目。造成台湾为什么很多的外籍人士不愿意来台湾工作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你的待遇实在太低了。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是企业本身你自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在这个资本跟营业的限制这边的松绑，也就雇主资格的松绑，可能是第二个我们可以去思考的。学者说，台湾欠工问题已经很久，虽然政府放任对外国专业人才的工作和雇流规定，还优化税金和社会保障这些权益，但是薪水长期偏低无竞争力，也是造成人才排斥效应。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改善咱国内交通这车唔让过路人的问题，警政署甲交通部达成共识，未来若准有人行伫咧斑马线顶头咧，唔管离偌远，驾驶拢爱先打档。若准无打档，就算是违规。这项规定按算达过30，就要开始实行啊。车顶头机车通过过路人才阁行。红灯。斑马线顶端擦出一男一女弄红灯，台湾给人点名是过路人地工，那安尼过路人无守法，驾驶是不是应该停落来呢？其实如果是有这样子状况的话，那车辆其实还是要做停让的。那当然，行人闯红灯的话是属于违规行为。如果说有发生事故的话，当然还是以汽机车的就责比例会比较高。遇到这种情形，驾驶无停落来，让过路人通过，处地有无好空间，只是若造成事故，驾驶的责任也是较悬。人车来来去去，依照即卖规定，汽车过路口甲过路人行同一个方向，免少三个警务本。按过路口无停落来让过路人，今年1月到5月，台北市都处理超过13000件，将来执法的标准可能爱阁升级。我们有开过会，是有这样的结论没有错，所以我们什么时间的话，会跟警政署一起来宣布这件事情。这个交通部会。差不多应该6月30号就正式实施。那提前交通部那边还有警政署都已经有去做宣导。跨部门共识定定路口无停落来让过路人新措施。那车顶道过路人落去哩斑马线，不管离偌远，全部拢爱让过路人。就连有民众离斑马线边缘1公尺的范围，驾驶同款爱停落来让过路人，按算伫6月30号上路。对行人来说是会更有保护，没错。可是如果作为一个开车的人的角度的话，对他来说也是宝贵时间。道路太长，那等他走完，那是不是等他走完说？
变红灯了。新规定在一中线要解决国内交通的乱象，不过在正式上路之前也引起不同的意见。记者综合报道。如果我们台湾在2025年的时候会正做超高龄社会，到时候65岁以上会占总人口数两成。目前有一些砖头老人已经占超过30%了，亲像新北市的滨溪老人人口就占33%。今天的专题报道要带乡亲来去滨溪，看他们如何用社区的力量互相照顾。讲到冰溪，就会想到这是放天顶的观光景点。那若冰溪行路的点头，对观光客来讲，可能是照门路的所在。不过对在地人来讲，这点头是守护在地时代重要的据点。阿嫂，你妈妈伫我遮咧开讲，啊，你遮有闲来坐一顶了无？亲像这间干妈店，门口有挂守护站牌啊。老头家娘已经80多岁，头壳还真健康。伊手头有一本细本的簿仔，内底全拢是电话号码。拄到有人去迪拜找无路，来遮一定会当得到帮助。啊，阮遮坐头前一个阿嬷吼，啊80几岁啊，哎，这记电话哪有较差哦？啊，若来吼，伊袂记因到底倒位啊，爱来甲我讲，伊阁会晓叫我的名。伊讲哈喽，我说阮家到底对我煞袂记的呢，对一间我唔知影。我讲，我吼，我带你，伊讲甲我带伊转去，我就带伊转去。50公尺远，行无几步。另外一间店头嘛是友善店家，社区的守护站。拢80多岁，几百岁，就阮这只街道安尼，90岁去去到10多岁。根据统计，新北市滨溪区户口底价人口差不多4200人，65岁以上的老人占1/3。滨溪老人多，真侪时势拢出外食头路，拢是靠卫生所甲厝边隔壁互相照顾。啊！你甲你考试一下哈，20块减3块，剩几块？假如那个评估怀疑是失智症，我们就会启动绿色通道。定期的，我们就是会在这些疑似失智症的患者去医院，好半天去做一个抽血或者是核磁共振的检查，那减轻他们交通来往的一个负担。面对高龄化，老人变多，老人失智症的人口也在的增加。新北市卫生局都甲滨溪打造做本土重地村，打造一个示范点。在这边3年有一个基本的模式之后，我们就是推动到我们板桥区，因应都会区的这个不同，那我们就是先择定2个里。哎，嘴边哪打？对，正好，对，就是安尼打。啊，安尼好啊。除了滨溪规个社区投入高龄化照顾，社区内底研发俱乐部。毛社工会替时代安排课程，95岁阿嬷真介意来遮，会当动手、骨头脑、搁有伴。伊的生活就是伫厝内看电视，然后无就是困，认知能力是退化是不可逆的。你讲要恢复到以前的情况是无可能的代志，暂时该维持伊会使稳定，会该维持伊家己的生活。根据国发会统计，台湾2025年会进入超高龄社会。全国老人人口超过20%，新北市政府参与欧盟智慧健康长照计划，希望透过滨溪经验，扩大推动在地安老政策。记者张玉穗、林学凯，新北采访报道。经营超过一甲子的救国团金山青年活动中心，因为防震定做是不动动产，过地被收起来。地方人士是希望讲相关单位会当有其他的经营方向，避免影响到金山的观光经济。将旗举，旗也降来，正式宣布结束营业，让人唔甘。救国团金山青年活动中心。是真侪人青春年代经营团体活动的共同基地。按民国49年营业到今，超过60栋。因为东山会认定救国团是国民党的附属组织，甲党界资产。今年1月，法院驳回救国团所申请的停止执行，专案确定。去60年，有非常辉煌的历史。我们要把它结束营业呢，实际上我们是很无奈跟不舍。希望也呼吁政府，呼吁这个社会各界，能够对。青年活动中心何去何从给予重视。救国团无奈讲，专案确定了，中心的土地属新北市政府，建物来转予国三署，考虑商定租金负担未起，决定结束营业。
和当地民众甲游客拢感觉真可惜。因为疫情有没有？那本来就要在这里办活动，结果没得办。今年终于在这里办了，刚好就在关之前办，太棒了。开垦较重要了，我到开垦比较重要，啊，无你这地坑也很贵啊。在土地里面呢，它有市府的财产，它也有中央的财产。那这样的一块地，它的产权这么的复杂，对于我们新北市市民来讲呢，这块土地呢，未来的开发其实是受阻碍的。丁林书讲，中心未来那是放在彭亨市邦啊。那新北市政府减收租金，也影响金山的观光，希望相关单位会当想出经营方向，才袂打击到地方的经济。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天后宫出800多万做全世界头一粒妈祖造型的热气球，今早起伫台东鹿野展出放看。今年的热气球展呢，6月30日开始，总共有60天，希望妈祖造型的这个热气球会当成信徒大家观光。台东天后宫妈祖神像登上妈祖造型的气球，在台东鹿野高台升空。全国各地20多间妈祖庙的160位代表也接受邀请，来自全世界为伊一粒妈祖的气球。这粒设计做古锥版的妈祖造型球，真受到信徒的欢迎。造型啊，水水重要，阿来参悟，这是我的荣幸。世界一粒啊，不是啊，台湾第一粒，世界第一粒。妈祖造型球是台东天后宫开800多万建造，今年6月30日特别加入台东县的气球嘉年华会。官府表示，预计今年疫情改进，民众出国旅游增加，国内旅游退烧，目前台东民宿7月订房率只有30%，所以特别将这气球活动延长做60天，时长上长，也希望借着妈祖的气球，会当吸引全球3亿外妈祖信徒来台东观光。特别就是希望，我们全台湾各地的信徒，或者甚至您是海外来，会不怕7月份的时候不会啊？哎，7、8月基本上7月大考之后，7月1号单子就一直进来了。因为台湾还有很多非常不同的景点可以来旅游。官府表示，今年拢总有55粒热气球会参加热气球嘉年华会，其中造型球包括新加入的妈祖球，也有其他30粒世界各国的造型球，拢会依照对游日期时间表和游客来坐。记者综合报道。在屏东恆春半島的紙板鴨，今年是真高碳，一个生碳地上報到10万只，是記錄以來的上界多。包括屏東200號管道台26線南灣，都可以看到紙板鴨的在那飛。提醒民眾車就要駛較慢的，不能去跟上海到。紙板鴨滿天飛，屏東墾頂大範圍的平地看候拿，是小紙板蝶也個舒適紙板蝶重要的生態地之一。但是5、6月啊，黃山啊雨過了，這食物就開始孵蛹，吸引真濟紙板鴨來這生卵。得過時陣，族群來到高峰。那这一次大爆发的小紫斑蝶呢，它的族群数量，我们光在一个定点，那在这三天记录到的。每天大约3个小时左右的迁徙，整个大约超过10万只。正是昨晚恆春半島拄落雨，最近这几天直接看到紙斑蝶，其中伊濱200管道5.5公里处后竹花教练场，阁有台26线南湾段顶路段上界侪。公管处也要提醒民众车驶较慢，避免去弄到鸭。由于蝴蝶飞行的时速约20公里，如果车行速度超过50公里，极有可能将蝴蝶撞击造成伤亡。因此呼吁，遇到紫斑蝶飞越公路的时候，请尽量降低车速到40公里以下。专家表示，紫斑蝶一年刷两届，头一届是春天，第二届是六月。新出世的紫斑蝶会对南往北到中央山脉沿路找食，也过闪日头，提醒民众看到紫斑蝶的时阵，唔能去叫叫，避免伤害到七顶贵客。记者综合报道。大过日子就是5日节，一定爱食肉粽。不过伫家己有一种真特殊的食法，就是把肉粽摕来煎。食过人讲，外口脆脆，内面 QQ， 口感真特别。把肉粽透开，切作一块一块，用油落去煎。等煎到表面赤赤的时阵，搁把卵倒落去，一盘煎肉粽就完成啊。感觉不像肉粽，又很像那个大肠下去煎一煎这样吃，那样蛮。蛮特别的，蛮特别。阮是漳州人嘛，啊，阮小时候的时阵是大人包的，啊，包的较早无冰箱嘛，
拢爱放一工两工安尼嘛。一大人就煎肉粽还吃。除了甲肉粽切块落去煎以外，嘛有店家是甲规粒肉粽蛋片落去煎。家己市内就有早顿店是安尼煎肉粽，人客讲唔捌伫别位食过这种煎肉粽。颠覆传统，咸香够味。就迄阵啊，就是吼，我咧做生意也无闲，啊，包肉粽包足济，啊，阮囝拢阮无法度煮好食，伊就拢摕肉粽落来炊，啊，炊囡仔人唔知影，拢就讲外口啊甜软软吼，就感觉讲有色啊，结果内底种拢无色，伊就拿来甲煎。六月二日就是讲过节，民众拢会包肉粽，也是买肉粽来过节。即马卖肉粽的摊啊，逐工拢真无闲，也若家己地区特殊的煎肉粽，嘛互传统的肉粽有无同的滋味。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踮伫咧乡下里的台湾人并无济，台湾人对乡下里的了解是真有限。有一个嫁去乡下里的台湾人托比，就伫咧面册顶头开卖种椰，分享家己伫咧乡下里的生活，有真济文化差异，网友拢感觉真趣味。为台湾嫁到乡下里的托比，当日参伊的囡仔唱台语歌。托比是台中人，伫八年前甲乡下里翁婿高良结婚。一开始，因拢踮伫咧台湾，后尾希望囡仔除了会晓华语，嘛通精通乡下里话。一年前搬到乡下里住，踮伫咧乡下里年过，托比真怀念的是台湾味。咱台湾是一个海岛，咱不是食足济海产的嘛。而且我阁是一个海山人，乡下里是一个。无靠海的一个所在，因完全拢无海产通个食，海产阁足贵个，因为肉较济嘛，所以有当时也会做卤肉饭啊、卤卵啊，就尽量拢煮台湾味，安尼较会习惯了呢。托比接触乡下里了后，发现乡下里是一个台湾人真青分的国家，就趁家己甲乡下里的缘分，伫社群网站 Facebook 开卖种椰，分享乡下里甲台湾的生活，是有17万块的卖种的关注。乡下里的台湾人。无讲足侪，啊！伫台湾的乡下里人嘛足少的。人讲你伫住伫欧洲倒位，大家拢知影是法国啊，知影是德国啊，即种大家拢较知影嘛。即摆讲啊，我住伫乡下里，讲哈，迄啥所在？先生嘛是对，就是乡下里人，我感觉是一个很好的文化的交流啦。特别讲，真侪民众对乡边的文化差异拢真有兴趣，家己的先生也因为对台湾文化有兴趣，也到乡下里的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继续学台湾的语言。特别借网络的力量，除了了解台湾，也了解乡下里，让大家了解。记者公路曾俊游报道，本书报道。即马通信设备真方便，一点仔拢无稀奇。伫印度有一间警察局，也是坚持用婚照送批。一挂传讯啊，伫灾难发生的时阵，就变加真重要。唔过，市即阵传讯啊是真上重，着官员要求爱改善，煞引起民众抗议，认为讲这是传统，必须爱保留。信号一出，百外只婚照啊，规定摆入来。印度东部的奥迪萨邦警局。当咧训练婚照传达消息的机能，虽然智慧型手机普及，即时通讯软体已经成做现代人的主要联络工具，连实体批信嘛，当作是老古董。不过，即代的警察当咧认真拍拼，要来保存飞鸽传书的即个古早传统。We have it since 1946, and this service was basically used for communicating from one station to another station. मैसेज कबूतर के पैर में हम मैसेज जो कैप्सूल है इसमें डाल के इसका पैर में बांध के छोड़ देते हैं। इन तो किंगकब तो इबाक हो गई चिंता जो यंग 1982年做大水旱1999年超级洪灾期间，当时所有通讯设备因为天灾无信号，奥迪萨邦警局就不用分照，伫偏远地区的车头之间互相传达消息，而且可以当含四国分配的警察部队保持联络。训练新照要伫拄五礼拜到六礼拜大时阵就开始，先伫焦土附近做短暂训练，过来逐天增加3公里的飞行。上会当1点钟55公里的速度，连续飞行805公里。虽然奥迪萨邦升级队的服务已经伫2008年3月底停止，因尽管会伫仪式献身，正做一个标志。I would still say today that Orissa is the only place where officially, you know, there are private pigeon, you know, keepers who do it officially under government sanction with the police. We have an organization where the
pigeons are used, kept, and that makes it very unique. 因为警察对这么看作已经过时，成本阁伤高，真侪政府官员认为饲粉鸟是伫浪费资源，要求停止服务，却受到民间的抗议。对着这款的传统，我伫沙坪警局讲，警察对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希望后代的子孙拢会当继续传承落去。公视新闻，新乐杯编译。带观众朋友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到新竹对26度到35度，苗栗到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到屏东对25度到34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4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节目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